采访找找素材啊，兜兜风。别费什么劲儿了，好好想想办法啊！别半夜三更的，让两个男人为你争风吃醋。你什么意思？明知故问是吧？昨天晚上的事儿，原来是你安排的。你诚心想让我难堪是不是？雪城，你想干什么？ 我不想让你离开我，你属于我。雪城，我不属于任何人，我不爱你。倩倩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不爱你，我不爱你。你不爱你。 找你半天了，你跑哪儿去了？赶快忙正事吧。哎，今天怎么来这么多人啊？连续杀了三个人，到手的嫌疑犯又跑了，能不急吗？哎，那这个责任应该由你爸爸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你酒没醒的吗你？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，啊？你个重色轻友的东西，你还有脸说呢你？ 昨天要不是我跟袁燕及时赶到，你就让人给收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昨天你吐我一身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？让陶玲洗了一晚上。得了吧，你越说越夸张了。就回头告诉陶玲，我请她吃饭啊。哎，叫上袁燕哈，那姑娘真不错，她对你也挺上心的。我说你怎么没事老提这茬啊？你又不是我爹。 一日为师，下一句什么来着？终生为子啊。
哎呦，小明啊，都认识了啊，省厅的王处长、于教授、老张啊，你们好，来，都坐吧。都到齐了啊，先让赵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案子的进展情况。好，这个案发以来啊，我们围绕着犯罪嫌疑人的照片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。在我们所管辖的范围内，凡是与照片上的人相像或相近的人，我们几乎全都审查过了。前前后后我们一共审查了537人，全局2000多名警察把市区所有想到的角落都过了那么一遍筛子，但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找到照片上这个家伙。厅里非常重视，这次刑侦处还派了指导小组，我心里很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如果这个案子还没有进展的话，厅里就会全面接管这个案子。王处长，我说的对吗？我们还是齐心协力吧。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厅里对尽早破案是有要求的，为此请来了公安大学嫌犯心理画像的专家于教授。于教授，谈谈吧。好吧，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和案发现场侦查记录分析，犯罪嫌疑人早年心理受过创伤，可能是他父母生活作风的问题在他心里产生了阴影。他残害的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性，又没有性侵犯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系列杀人犯多是变态杀人，从现场的情况看，犯罪嫌疑人有较强的反侦探能力和反社会现象，小额存款、蚂蚁印章都是向我们发出的挑衅信号。不过值得庆幸的是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们就搞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形象资料。我的意见是，一方面协查通缉疑犯，另一方面不要放过你们手中的任何线索，深入调查，从多个方面逼近犯罪嫌疑人。来来来，大家快来看，苏爷过来，怎么了？快点，怎么了？快看，老董上报纸了。是吗？是吗？法网追踪，大家多提意见。真登出来了啊？可不，往后啊天天都有。哎，告诉你们亲朋好友，每天都买啊，这个得连续看。我说老董，你这是给自己做广告啊，还是给这报纸做广告啊？还做什么广告啊？从今往后啊，就因为这个法网追踪，这个报纸的销量肯定是全市第一。哎，哪天要买晚了，兴许就看不上了。那当然，肯定火，不加印个1800份，肯定不够卖的。那是啊，因为这个法网追踪啊，这个报纸肯定火，肯定火。都干嘛呢？赶快去开会吧，头都急了。快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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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！局里已经决定啊，向全国发布协查通报，缉拿疑犯。在凶手抓到之前，各小组继续按照原来的侦查方向找线索。我这里郑重地说一遍，不要以为发了协查通报就可以伸长脖子等着别人把凶手送上门了。如果凶手真的让兄弟单位给抓着了，哈哈，咱们这脸上并不光彩。现在请省厅的王处长给咱们讲话。我们下来主要是协助你们办案，大家不要有太大的压力。如果有新的线索，咱们要及时沟通，不要贻误战机。对侦破工作有什么新的想法，要及时的提出来，不要有顾虑。好，王处长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啊？没有了，分头行动。是。哎，小苏啊，小苏啊，你上队里来了。我锻炼锻炼。好啊，赶上个棘手的大案子。哎，你是不是95级的？您记性真好，于教授。我能向您请教个问题吗？说吧。是这样，前3起案子呢，罪犯是用的一种活蚁，
后面改为印章，您说这跟心理变态有关吗？按一般规律来讲，应该是这样。那存不存在另一种可能呢？就是说第四起案子和前三起不是一个人干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第四起案件的凶手抓住了前三期的特点，故意引开我们的注意力？是。哎，你这么判断的根据是什么？哦，那个印章上的蚂蚁和前三起案发现场发现的蚂蚁不属于一种蚂蚁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哈，我有个朋友呢，是学生物的，印章上的蚂蚁是一种普通的蚂蚁，而前三起案发现场发现的蚂蚁是一种巨型的黑刺蚁。啊，于教授啊，小苏这人呢挺聪明的，刚来队里不久，就爱提一些怪问题。啊，对了，政法委的刘书记还等着你们呢。啊，啊，你说的这点很重要，这个回头再说。嗯，好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素颜，你今天晚上下班能不能来我这儿一趟？我想跟你说说昨天晚上。不必了，你不用解释。你生气了是吗？没有。我知道你生气了，不过我昨天晚上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你不想见我是吗？你要是不想说，那就这样吧。别挂！我今天差点见不到你了。学成他太可怕了。进来，门没锁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你怎么没上班啊？身体不舒服？不，我害怕，我不想再受人的摆布。谁摆布你了？薛成。薛成？你是说昨天晚上的事情吗？那只是你见到的一点点，而我天天都活在他的阴影下。他总不会无缘无故这么对你吧？你什么意思？说心里话，像你这样的女人，让男人爱也不是，恨也不是，换谁都受不了。他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，他昨天差点要了我的命。我觉得他有问题，他有的时候很诡秘。你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犯罪记录吗？可他经常让我觉得恐怖。尤其是昨天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这样看着我？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误会，我当然不会那样对你的，我不会那样对你，我爱你，你相信我。这样对学成不公平。不，我不会嫁给他，
我也不会再嫁给别人。我就像大巴车上坐过站的男人女人们，不知道自己该在哪站下车。你跟耿长春什么关系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希望我是胡说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你别骗自己了好吗？昨天晚上耿长春没来过吗？没有。你撒谎！我都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还用我再说一遍吗？张秋燕死的那天，你在电视台接的最后一个电话是耿长春打的吧？他是在你家附近打的。你离开电视台，并没有去找雪城，而是直接回家见了耿长春。雪城真是大度量，愿意为你遮掩这样的谎话，佩服，实在佩服。你多有福气啊，身边有这样一个男人，你却不满足。别说了。你到底有多少话是真的？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，连你自己也分不清楚吧？你是不是一贯把谎话当真话说呢？我求求你别说了，你别再说了，行吗？你别再说了。这小子，原来是这小子。报告！报告警官！我要立功！我要立功！你们要找的这个人叫小二，大名叫陈浩，他是从北南市混过来的，在道上有一号。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前天被枪毙了？对，就是他。你怎么能认得这么准？我和他喝过酒，还差点打起来呢。为什么？几个月前嘛，他们北南市几个人过来玩，我请他们吃了顿饭，他们中间就有这个小二，在酒桌上，他嫌我喝的少就骂我，我也骂他，差点打起来。后来他们给拉开了，就那么回事。他经常来本市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。你确定照片上那个人就是程浩吗？就是他。大局啊，这个节骨眼上，是真是假都不能放过。我的意见。马上派人去北南市找到这个小二。同意。是。你明天一早就走啊？那苏岩跟你一块去吗？对。这两天苏岩怎么样？你指什么？和孙红呗。他们俩的事你少管啊！我觉得这次孙红是动真格的了，只不过现在是替科长的关键时刻，不能得罪薛晨和耿行长。这孙红也真行，是财运、官运、桃花运，一样也不少。人家孙红怎么得罪你了？这么说人家，讨厌！他对你挺好的哈。那当然了，我就是觉得他太能了，都能大发了。你说你们俩是差不多时间进的单位吧？人家是早早的分上了房，还弄了一个什么特殊贡献，现在又要提科长，还把我们的苏岩整得五迷三道的吧？你说他是不是太能了？
你少说两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哎，拖鞋带吧。宾馆有吧？你以为那是带芯儿的？那是招待所。哎，听着啊，安全第一，我走了以后晚上别出门。这案子没结，危险就随时存在，知道吗？嗯，那你自己也要注意啊。嗯，哎，还有，我们的行踪要绝对保密，包括对孙红。Yes sir。那带个苹果吧。不带。不行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带我来过这儿啊？你喜欢看大海吗？我喜欢听大海。你知道吗？听大海的声音是可以听出一个人的心情的。那你听到什么了？刚才是欢笑，平和。现在是担心，着急。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有心事，可我也知道我帮不了你。放心吧，我会好起来的，我需要时间。啊，对了，明天我要外出办事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还不知道。你会平安回来的。回来我给你打电话。还真没想到赵队能把这差事交给咱们，咱们这回得好好表现表现啊！不说话呀你？说什么呀？说不定又是一个长得一样的乌鸦嘴。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？好啊，手到擒来，马到成功。没劲吧，没劲吧。哎，苏岩，你是真会写诗啊？都写过什么呀？把你写的诗给咱念首听听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？牧童遥指杏花村。好诗，好诗，好诗，好诗。听着耳熟啊，这诗你都敢写啊？啊！小哥小苏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好，冯队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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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高军，他叫苏岩。啊，咱先住下还是吃饭？先说说情况吧。哎呦，和你们赵队一个脾气。哎呀，这个程浩呢，今年26岁，老家在辽宁。嗯，是黑社会的一个头目。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这小子涉及2起重大杀人案。从年初开始，我们一直在追捕他，但这小子非常狡猾呀。已经在我们眼皮底下2次都跑掉了。那现在有什么线索？哎呀，非常有限。我们只知道他有个女朋友，也是东北人，叫陈爱波。嗯，哎，回头我把照片给你们。哦，这么说，你们现在把他挂起来了？哎呀，这小子1年多没露面了。哎，包你们放心，该怎么配合我们就怎么配合。谢谢冯队。哎，那走，屋里坐坐。
两位先生喝点什么？你们这儿不是北南最大的夜总会吗？就这么几个货，不丢人呐？多包涵吧，老板。最近不是打得紧吗？有些上档次的小姐都不在夜总会做了，他们有熟客都自己联系，哎，在酒店开房。换路子了，那麻烦你给我们介绍几个吧。哎，那好说。哎，您看，个个都是色艺双全，牌量调好。哎，我保。有他好吗？这不是，怎么，您认识他？能找着他吗？他早就不做了，听说被人包了。让谁包了？怎么，您是？他原来是我的人，后来跑了。嗨，这事儿哪有当真的？哎，您听我说，在这几个妞里挑俩，我包您一宿，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。忘不了啊，他卷了我们的钱。哟，这我就不敢掺和了。要不两位上别墅再打听打听。少他妈装蒜！他原来在这儿干，你让我们到别墅去，耍我是吗？别生气，我帮您找，我一定帮您找，还不成吗？好，三天之内给我个准信儿，不然的话，我砸你的饭碗。哎，我说，要这么找不打草惊蛇了？不打草惊蛇，咱连蛇在哪儿都摸不到。大哥，有事吗？别急嘛，啊，我知道你们是来找人的。怎么，你知道我们要找的人在哪儿？咱们车上说吧。哎，来，哎，干什么呀？干什么呀？哎，停车，停车！干什么呀？你不是来找人的吗？车上说，车上说。你干什么呀？喂，大哥，那两个家伙带走一个妞。弄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吗？他们说是你马子的朋友来取钱的。要什么钱？他说是你马子卷了他们的钱，要我看，是他妈条子。条子，你们回来吧，让阿斯他们盯住那个妞，问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喂，陶玲啊，我是孙红。你见到苏妍没有？她一整天都没有开手机。你能不能上我这儿来一趟？我害怕极了。啊，我小姐送她想去的地方。小气了吧？等找着人加倍给你。谁知道我们在哪儿啊？我怎么找你们呀？我找你啊。真的？真的。干
嘛呀，二哥，你这吃了药了，这么大劲儿呢？啊？来劲儿！我他妈一听条子我就来劲儿。你这把我当条子了啊？这么来劲儿？结恨，我就他妈结恨！老婆，我求求你不要了。不要不要，你不要再吓我了！求求你，我们去医院好不好？我们去医院。不要不要，不能这么吓我。来，我们去医院来。哎，我求求你不要来。来，不来，不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好。快点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毁成这样了？快点啊！来来来来。你坐前面吧。嗯。那进去慢点。撒谎你！你送他回过家，赶紧老实说。我就那一次。带我们去找他。这个我可不敢了，你们不知道他傍着那家啊，横着呢。他说弄死谁就弄死谁呀、啊？弄死谁了？我也是听说的。听谁说的你？我带你们去，我带你们去，好吧？走走走走走。就前面那个楼，哪个屋，我可真不知道了。你再好好想想。哎，那天晚上我就是把他送到这儿，我就回去了。我骗你是这个的，信你一回。你要是敢把这事儿露出去，后果自负。我哪敢啊！您千万别把我卖了就行了。走吧你，找人算你立功。行行行。哎，我说，咱们怎么找？要不找派出所配合一下？配合？你没听冯队说吗？年初就逮他，结果两次漏网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咱们得自己干。自己干？就你我咱们两个人？咱们又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多少家伙，这万一要是……万一什么呀？害怕了？怕我倒不怕呀，可是这事关重大，怎么着也得请示一下。请示谁呀、啊？赵队，咱们好不容易找到的线头，白白给他。兄弟，咱们打翻身仗的机会到了。这把活咱要是干得好，那前面的闪失就一笔勾销了，你知道吗？小二，这个小二要真的是凶手，那咱们的功劳就大了。得嘞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你就听我的。行，那你听你的，咱们上。走。三号，好点了吗？你中午想吃点什么呀？我刚刚给你订了一份鸡蛋羹，还有一份稀饭。你还想要别的吗？
我不想吃。刚才姨父跟李行长他们过来看你来了，看你睡着了，就没叫醒你。小华，我想通了。不管你以前做过什么，我都不在乎。那天我也是气急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啊，我想好了，等你病好了之后，咱俩就结婚吧。薛记长，哎呦，江主任您来了，你都陪了一夜了，白天有护士在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休息。好，谢谢您。怎么样，好的了吧？你爱人的病啊，问题不大，主要是注意情绪。好，好，好。江主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夜里就给您请过来了，抱歉，抱歉。只要你薛大记者一句话，我是说到就到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走啊。好，谢谢啊。我说咱俩就这么干等着，万一消息不准呢？哪有这么多万一？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守株待兔。要不这么着得了，想个辙上去试探试探。不行，万一惊着他，连这点线索都没有了。咱们现在只能等，等他出来。只要盯死了他，咱们就能找到小二。喂，阿队，什么？博主这儿是他给引这儿来的。他怎么知道这儿的？哎呀，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认识你呢。你他妈不早说，想整死我。饿了吧？买点吃的。要不我去吧。我去吧，你盯死了。那人是条子。没错。那怎么办呀？
素颜，素颜，喂，素颜，你在哪儿呢？我正在跟踪目标，等会儿给你回话。先这样啊。早已成习惯着，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们说的，我还是无法相信，似乎我已贴近你那温热的心。就算你面对一个深爱的人，有时间人反而会令他追问。你虽然选择沉默，但是你无愧于心。怎么来了？说，怎么和他联系？我既然能让你风风光光，
也能让你一败涂地。你活着，就得死。